啊，伊也来倒看，对啊，对啊，气度是那个气度，对啥人都伤害。带领小队，所有的一起失落，一起失落。哎呀，你吹恐怖！不，想袂到竟然组建一起在失落，哪里带领了？安尼给你做官，嘿，乱来你啊！你来到厝内要做什么呢？你可唔是来阮少爷？我唔对，哎呦，可怜哦，阮少爷哦，唔知安怎又犯什么罪？你无代我即要甲台拜落，代念是阮少爷，我是伊的新罗，我要报警。大胆，要背主你，一切动作会挂出去，出去！你也无好事啦，对，先问大代志大条啊，有啊。你拢用台啊！你拢唔知道？小妈妈，我是做代志啦。你入去看，你就知啊啦。我是另外一个哥。你是讲是大哥？原来是洪千里。大家讲咱祖上要做什么呢？进去大哥去看可做。今仔来个公堂祖上，听讲要台捆绑性命，我是要来结报。你要来故意吹捆绑？那我来问你，你与他吹捆绑到底什么情？是，个是红毛亲，什么情？是，红毛情。我操！你明明分是一个小根比你，我明明一头大你，现出是你一计乱心。竟然也敢强抢你小姐红纱，要把主人赶出去！我只是吼要甲你提醒一下尔尔。提醒什么啊？哈，啊当初恁两个人有约束呢，吼，迄个吼，我啥物高爷、烂高爷，伊甲你讲哦，即个吼你会当做官，而且官位比较高的话，伊要互你吸听奖。丢啊！我咧财宝变多只，恐怕我就来忘记了。现出时竟然提醒了我了。算来嘞，你真是贵人多无数。好，既是如此者，那你就打头滚啊！滚什么？我甲你说明一切，伊确确实实是我的小妹姑金花梦。
全，哪有可能像伊？讲啥？阿姨，哪来你的意思嘛？演出时嘞，这层事情拢是阮小妹伊甲阮双人所设的计谋。如果你若爱我原谅你者，你就要求我的小妹高金花。爱无多，要求金花。好唔对。心肝妹妹，真叫啦！你只水只高水啊哈，甲较早完全无同款，较早袂输敢那干落去。什么呀、啊？你这人就很实嘞哦。无啦，你即马只水只尔高水，我告诉你。穿衫要老了，都要有志气在里面。干咪啦！我无听我讲话。来，穿衫后事，八月无代志。好啦好啦，真正吼、哦。从今以后，你的钱薪水高。会改吼。会乖啦。多你一次机会。多谢多谢。安尼你相信啦，我已经甲伊讲好势啊，对咯，叫放心自私，望你嘞会用咧宽容。我知影，放心，是这样。希望这代志你会当心转，我本都以为你已经无命，我知影以后咱两家袂相亲。感谢。啊，恁认真，认真是切牛，过去是我冲动，唔捌代志，现在我记伫厝，望你原谅啊。自然咱也是同一家人，既然你若知影这，我就寄予不追求。叫人袂使，怎样？我嘛要甲你讲一件好喜事，就去我的师妹，伊我两年前到一下，我也希望讲会当看了好事好料，阮两个人要来缘分拜堂啊！当然会用的，甲恁两个人算来是我的长辈，到时阵我必定会办一桌圆圆，互大家大团圆。也搁有诶，我两大咖众的观众朋友，以及众位时段，大家平安。